乖乖。乖乖。你在跳什么？上次我们去逛星光夜市买的。星光夜市这个。这个很99块，很便宜。是粉红猪小妹吗？对。它很好笑，它这样滚很快哈。它这样停在这里，很好笑。我喜欢这个，还有这个。那这个还要玩吗？我们再5分钟就上去楼上了哦。那妈妈要等你回来。那个是什么？不是那个了。